忙完了。谢谢你今天来给姜老师捧场。我和他的关系需要你来谢啊？我今天不是来和你吵架的。我也没力气和你吵了。我是想来接你回去的。不用了，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。你又打算找什么借口？还是打算连借口都不找？这辈子都住来你。周丽，周川老师好。阿晓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想来问问你弄好了没有？弄好了，我们一起回家。你先回去吧。他在外面住了一个多月，也该回去了。这些日子麻烦你了，他的东西之后我去你家拿。你就是处理那个。阿晓，这些事情我回头再跟你解释。你凭什么自说自话决定我住哪儿？凭我是你男朋友。我不回去。我向你道歉，隐瞒身份的确是我不对，我错了。但是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，而且我刚才说的都是陈述句，你没有否定的答案。我会自己再去找其他的地方住。找其他的地方住？那这段时间怎么办？住同事家？我看整个圆圆社谁敢收留你。我不敢。初里，我觉得你还是跟周成老师快点回去吧。现在就跟我走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 iQIYI